新鲜牛肉片加上少许姜丝，淋上热汤，超级暖胃。原价858元的 buffet， 现在用三倍券付款，只要500元就能吃到，等于下杀59折。哇，这样会考虑啊？对啊，像我这次就是来享受这边的福利这样子。7月中发行的振兴三倍券使用期限直到12月31日，但还有多达40万人还没领取，已经领了但还没使用的有将近100亿元。现在各大业者也抢推玩鸟优惠，像是台北新办希尔顿就推出持直本振兴券可享专案价格，每人每晚1700元有找，还加送2颗早餐。清雅中餐厅也推出港点吃到饱方案，只要持直本振兴券就可以享2人以上同行75折优惠。金华饭店伯利厅也推出buffet餐券，买一送一。所以我们预期说，在这一段时间的话，应该会再吸引到，在年底前要把这个振兴券消耗掉的客人的一个使用意愿。的部分的话，大概有增加了将近1%到2%的一个消费者。那至于在餐饮的部分的话，目前平均每天大概有将近快20组的定位。年初疫情冲击各大产业，为了带动国内经济，政府万劝齐发，现在使用期限进入倒数，业者瞄准商机祭出流血优惠做最后冲刺。欢迎新闻林维凯、王家杰、黄佩涵高雄报道。